家好，我是超越。这次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跟台湾最知名的花式切牌团体掌中联来合作这支宣传片的拍摄。不过特别要说的是，这次的作品完全是由台湾所制造，他们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外销国际的作品。这次作品至于手感上，我们真的相当努力，目前也已经得到许多知名玩家与收藏家的高度鉴定，大部分都给予我们正面的评价，我们真的感到相当的荣幸。银蓝色的版本是试售版，红金色的版本是我自己私人留存使用的限定版本。两副扑克牌包含不同的秘密设计于其中，在这里我就不能跟你透露的太多喽。